道团，是我们展梦园艺术舞蹈团，也是呢我们在地呢生根呢我们客家的活动也是非常有力，尤其呢他们呢也让我们的这些交际舞啦小朋友的国标舞啦也是世界闻名，也是我们赛事的常胜军，没有错。那么他们不管是结合了音乐戏剧还有在地的文化，并且他们培育了许多的儿童青少年还有身心障碍这样的一个国标舞的交际舞的一些表演，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的棒。最早还是由叶瑞梅理事长呢来带领大家，现在呢已经非常成长茁壮了，也很多的老师也都能够独立独当一面的带领的孩子呢到世界各地呢来做演出，还有呢来做表演的。非常感谢叶瑞梅老师所带领的团队在梦园，我们给他拍拍手。那也恭喜你们在107年。我们往前走，谢谢梦园。来。接着进场的是。